我切了 carrot, onion, 香菜, green onion, 还有包菜, 我要去炒红薯粉丝。我刚刚加了油, 现在要来放, 我先放 onion, 还有 carrot。 这个是小助手的午餐，哦，你看我吃这样健康，他吃这样，我们切了 broccoli 还有 carrot， 然后刚刚腌了鸡胸肉，就是 BBQ 放一点胡椒，现在这个人在下蒜头。
看到我。真的。